些金箔保养品，以为能够让保养品快速的被吸收，促进新陈代谢，甚至号称能够养颜美容、回春抗老。不过医生就强调哦，目前的医学研究还没有发现金箔保养品对人体有益处，所以消费者很有可能花了大钱，还得不到想要的美容效果。人必备圣品金箔不仅拿来敷脸泡澡，甚至冰淇淋下午茶都要来加一点。一般民众认为这样可以得到贵妇般的享受，也能让肌肤回春抗老，但真的有效吗？在动物实验或者说在人体上，它到底是不是有效果，事实上目前一直没有缺乏很有说服力的证据。打破了金箔的迷思，爱美的女性可别担心，省下大钱也能让你看起来很年轻。防晒，那么常做运动，血氧量可以保持很足够，那这个我们的人体的整个新陈代谢就会很正常，很健康。除了运动，还要多吃绿色蔬菜，补充维他命 C 和 E， 避免氧化物质像是抽烟以及进入工业环境。从体内的改善，才能真正让你保持亮丽的外表。更多的资讯，请参考台视网站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休息一会儿。